我俾個阿媽放高啦，我都要啦，我哋要飛咁高啦。关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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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包括像第一次办的旧历年的跨年，还有紫风车的活动，特别是元宵节哦的灯会，可以说都是观光的一个盛会。那在我们王主委的推动下，有特色的一个台湾最大门啊，世界三大门，那这个作为未来一个观光的地标，我们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会结合未来这个军事旅游搭配这一个宗教文化的亮点，我们特别邀请公管处要把这个纳入未来观光行销的亮点。谢谢。来邀请到那边正和县市长来参与咱台湾寺庙青年会的顾问团的团长我包括寺庙第一十二位就是一定爱来台南，接触到恁龙兴庙庙来这个牌楼要来剪彩，因为这个牌楼诶是咱吼世界三大门，咱台湾就共占一个门，法国有一个凯旋门，大陆有一个天安门，咱台湾第一门独立门就是伫遮，我讲吼。市长，你一定爱来剪彩啊！搁有咧，咱林嘉良部长咧，咱交通部长，伊多年来咧，拢有伊地方咧经营啊，在宗教咧，三分钟啊，谢谢，谢谢，三分钟了，就在三分钟。到边关啊，伊在咱做我家的寺庙咧，拢帮忙真济啦。我讲哦，部长，这个。咱的六里门啊，是咱台湾第一门啊！咱部长吼，咱嘛祝甲咱肯定讲，今仔剪彩一定到，一定哦，搁要纳入吼观光景点，十大观光景点一定会加纳入，要来用这个咱的六里门来做观光，嘿，多谢，多谢，谢谢。差不多了，快到了，不好意思哦，车来了，不好意思，我们往这边，不要在这边了，不要在这边了。大哥，你家带往后，好 ，OK。分钟之后莅临，麻烦防疫期间同手不握手，同手不握手。下车开到比较晚，好 ，OK， 没办法追这个，好，了解，带他们，对。往前走。
你们排好哎、欸，排成一排好。大家过来，来。好好，好，安尼就好啊。来，拍只棚啊，拍只棚啊，拍只棚啊，哦，拍只棚啊，拍只棚啊，哦，哎，拍只棚啊，拍只棚啊，哦。
神奇又结彩大连，再次响起我们首上的掌声鼓励。也请总统与主委先入座。接下来我们即将要邀请本庙王明义主任委员请上舞台，向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一起致辞心意，并且呢为各位来宾介绍我们圣母庙牌楼的建造缘起，请王主委。啊，有够欢喜啊！首先呢，啊，欢迎咱中华民国咱的蔡总统、英文小姐啊，伫领到现场，到咱交通部咱的部长林佳龙部长，欢迎桃园市长咱的郑文灿，欢迎。各位台南市我的大家长，我的黄伟哲黄市长，市长好。各位咱新北市前的咱的市长朱立伦先生，欢迎。各位来自远方咱华人馆长郑瑞咱县长，欢迎。各位台南市马台湾全省第一名的郭信良议长，各位咱的第一名的立委，咱陈定辉立委，立委好。阁有足侪长官甲贵宾啊，我着卖一一介绍，啊恁谅解一下。大家赞，大家好，大家好。啊，今仔日呢，真感谢，真欢迎咱来自全国遮所有的交背景，尤其咱台湾寺庙金兰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啊，今仔日呢，上届多谢的。就是咱的立委陈定辉立委甲郭信良议长，安尼来吼邀请咱的总统啊，咱的蔡英文总统啊来莅临咱台湾吼，台湾第一门独立门吼，过来落成啊。啊，为什么叫做独立门诶？啊，因为咧，伊两年四个月前妈祖来交代我吼，讲爱甲起一个牌楼，我讲妈祖啊要安怎起？伊讲照我的庙体起。啊，我讲好，啊，这个庙体安尼拄啊六十米，啊，佮挂香屏的花圃三十八米，安尼拄啊136米，啊，这个牌楼遮尔大，啊，妈祖无你嘛来佮号一个名，啊，妈祖煞就佮指示写三字六立门，啊，我煞对嘴佮讲，啊，妈祖你也有够厉害，啊，你起一个牌楼，佮替咱台湾人争一个民主讨一口气，是安怎讲？因为世界有三大门，咱台湾就共占一个门。因为法国有一个凯旋门，大陆有一个天安门，咱台湾第一门鹿耳门就是伊只，今日担任的总统哦，来甲剪彩哦。嘿，时间真正才甲拄拄好，你若去明仔载反正总统哦足无闲，因为国事足济啦，所以马祖真正有够厉害。啊，去这个牌楼，我第一个感谢，就是阮地青弟，地青弟，咱的英武主委，若无伊，这座牌楼。我唔知爱阁上外久，才有法度来去。而且我替妈祖甲地亲弟，因为注意，甲你说多谢，感谢。谢谢。阁第二个，就是要感谢阮吴进家吴董的，伊按头至尾，按重苦甲尽安尼要落成，伊拢无离开。吴董的，进家兄，多谢。谢谢。阁有咧，有足侪爱多谢，因为今仔日总统百忙当中的，啊我话吼。留咧伊咱的宴会时阵，甲来讲，伊只嘛要拜托总统，因为咱台湾第一门吼、哦，总统甲即嘛嘛有答应，咁吼、哦、交通部长一定会可能会拜托观光局长讲吼，即吼、哦、咱台湾第一门一定爱好好啊甲弘扬，即个吼观光一定爱用咱独立门来做标志，我伊只嘛要甲总统说多谢，多谢总统，啊你遮支持咱新北庙，马上甲你保庇。因为你要来，妈祖昨昏落一天的雨呢，落一天雨咧洗尘，等咱的一国之君来，伊才甲你说一个多谢，感谢你。佮伊这嘞要说多谢一个哦，我足尊重的，这个人，伊逐天拢甲我斗三工，伊讲主呀，你一定爱吼
把这个老人囡仔做好。迄工业社会，伊拢叫我一定爱做。这个就是我台北的好朋友柯浩良，柯大，多谢你。好，谢谢。这个人跟阮地党的相共，工业做有够多。阮地青地地党的，伊拢叫我囡仔爱顾好，老人爱顾好。这个关怀户，你更加爱甲我顾好。我讲是党的，你讲啥我就啥。阮党的真正是哦，世界第一名。党，多谢，感谢。谢谢。那请咱注意，请刘伯，咱今日非常重要的一场盛会当中，我相信呢，靠多咱注意来介绍，今天来到我们会场去，多多都是对我们入我们非常无界帮长的各位贵宾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邀请主委特别颁发金牒，给予本庙牌楼特殊贡献的两位重要人士，也请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一起来帮我们见证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喽。欢迎呢，我们本庙名誉主任委员郑生池主委，请上台。那么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不要忘记哦，双手的掌声一起来借给我们舞台上方处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我们郑生池主委非常的用心哦，在我们今天每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点，我相信呢，也要有请我们各位嘉宾以及我们今天所有最重要的时刻，特别呢有我们总统来帮我们见证了。那我们各位现场媒体先进记者朋友们都一起来帮我们捕捉最重要的每一张镜头画面，来，我们看着前方的摄影镜头，今天的照片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特别借此一点时间感谢我们媒体先进记者朋友们，第一次呢在我们这个钱财大典，我相信呢连我们这个舞台上方的司仪啊，还有我们现场各位长官贵宾啊，都没有看到这么重要的参会当中，以及我们盛世当中今天如此重要的剪彩大典，感谢大家的莅临，感谢你的参与。好，那接下来呢要来欢迎介绍邀请，也是莱明工业有限公司吴静佳吴董事长，也请帮我们移动脚步来到舞台上方处。特别呢要来感谢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会当中哦，有准备我们许许多多感谢，以及呢希望我们各位嘉宾朋友们一起来见证的时刻，来帮我们呢致赠这个功在鹿耳的金牒，也特此代表我们王主委感谢我们两位非常重要的人事物，我们今天来到会场当中呢也一起来深深的感谢哦，再次呢感谢我们两位呢，这一次都是牌楼建造，无论在资金注入以及工程建造上，都是无私奉献、全力投入。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感谢他们，谢谢。好，那请我们王主委请留步喽。接着呢，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也再一次要借用大家双手热情的掌声，来恭请台湾的大家长，也是蔡英文总统，也要来到舞台上方处，帮我们致辞勉励。各位嘉宾，双手的掌声在哪里？欢迎总统。咱新目标，咱的王明义，咱的主委，啊，甲咱的台南市，咱的大家长，咱的黄伟哲市长，啊，个咱在地陈廷飞委员，甲咱的郭信良议长，啊，今日阮转过来有足侪咱的信众，啊，有咱的各类管区的市长、馆长，还有前市长朱立伦，啊。咱各位宗教界的先进贵宾，啊，个以及阮全国来的先进大众，咱大家早早，大家好。今仔日是咱正统龙美门信步庙安座39周年，以及咱牌楼落成的大日子，所以我一定要来，除了来祈福。也是要甲咱大家来做伙努力，来参与咱地方的大代志。咱王主委在做讲，咱这个牌楼，有那是代表咱庙新的一个形象，也希望讲咱家会使变成咱台湾的热门景点，变作咱台南观光的新地标。
所以今日咱有一个足重要的人伫遮，就是咱的高雄部长，咱的林佳龙伫遮吼。啊，伊挂保证，咱遮一定会作为一个观光的圣地景点。啊，今日看到咱新的牌楼，我感觉遮真正是真水吼，真有气派。啊，我嘛有信心，一定。有足多阮台湾各地来，也是咱未来有足多外国来的观光客，拢会来遮拜拜、来佚佗、来感受咱台湾具代表性的宗庙文化。吼，三百年来，吼，咱这个圣母庙是咱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嘛保庇咱地方的乡亲，也保庇咱台湾辛苦的行船的人。圣母庙经过三摆的重建，啊，愈起愈大金，吼、哦，就是因为咱妈祖有灵感，得到大家团结的贡献，所以咱家咱的名誉主委，咱的郑胜慈董事长，还有我们地方的先进吴家进，咱的董事长的帮忙，吼、哦。不过我要直接甲大家讲，妈祖婆有保庇，咱家己嘛是爱拍拼。咱过去台湾会使安尼一摆过一摆诶度过挑战，就是因为咱拢足团结的。亲像即个台湾拄着疫情，会使收会调，咱的经济表现嘛真好，就是因为咱有团结斗阵做伙甲防疫做好，甲咱的经济嘛做落袂歹。啊，讲到经济。我嘛要甲大家拜托，咱的三倍券会使用到年底，是咪拜托大家手中还佫有三倍券，应该紧去甲用好完。啊，上好来咱的台南来佚佗一下，啊来咱的鹿耳门看看一下。啊，我嘛要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咱的疫情还袂过去，咱的防疫要继续做。所以咱的出入公共场所，一定要记得咱来戴口罩，咱来勤洗手，保护家己，也搁保护别人。最后，我要搁一摆祈求咱的妈祖婆保庇咱的乡亲平安顺利，咱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尤其是咱南部即马有一点啊欠水的问题，会使顺利来解决。多谢大家，多谢。谢谢，再次感谢总统帮我们致辞，也另请总统留步。那接下来呢，我们王主委特别的用心，准备了一个非常不一样，也是要致赠圣母庙牌楼等比模型给予总统，希望呢能够像我们王主委说的一样，我们台湾第一门鹿耳门要与大家来参加最重要的一个盛会，以及每一个重要的仪式庆典。那让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双手是不是可以给予我们热情的掌声？你要来迎接呢，我们今天各位长官是否可以一起来到舞台上方处，帮我们留下照片画面身影哦？就在我们王主委的介绍欢迎邀请当中，今天呢特别可以看到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黄市长也在我们舞台上方处，那来自我们议会有我们议长，还有我们立委，以及呢我们各位董事长，还有来自我们各方各界非常重要的长官贵宾，今天呢都一起来帮我们共襄盛举哦。在舞台上方处，不止我们台南要一起起飞之外呢，我们台湾也一起要来起飞，祝福我们梦想起航。各位嘉宾朋友们，为我们台湾一起来比个赞好不好？台湾台湾台湾，赞赞赞，给我们台南也一个赞好吗？台南，赞赞赞，鹿耳门，谢谢。好，媒体先进记者，各位辛苦了。
那这个时刻呢，要邀请我们各位贵宾请先入座，也要邀请我们总统与主委请先回座，谢谢。来，请先生，在我们现场所有剪彩官也马上要帮我们起身前往剪彩区来做个等候，要来参加的是我们牌楼的剪彩仪式，请按照我们前方的号数指引，就有专属的剪彩位置。再来邀请我们各位剪彩官来帮我们移动脚步喽。来，这个时刻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主持人依序来介绍，欢迎邀请我们各位剪彩官。好的，我们剪彩仪式也正式开始喽。正走入我们圣母庙牌楼落成启用大典，剪彩仪式典礼正式开始。想要邀请我们各位剪彩官，请往前一步。好，邀请我们各位摄影师哦，前方的摄影师是否可以帮我们蹲立一下脚步？我们在舞台上方处也要帮我们拍摄画面镜头，麻烦一下，感谢你的配合。好，请我们现场李生奉上手套，请李生奉结。接下来，请各位剪彩官看着我们前方的镜头，让我们在场的媒体朋友捕捉最棒的精彩画面。好，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看着我们画面，来稍微片刻。好，那么舞台上放出的画面也帮我们注视焦点一下。接下来，请各位贵宾请用结。请用结。这个时刻呢，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一样呢，要帮我们热烈的掌声，共同响起，请李生收结。留下脚步，感恩妈祖贺德配天，神恩有庇，台湾风调雨顺，国泰平安。谢谢各位剪彩官参与牌楼的剪彩，接下来麻烦要请各位剪彩官以及我们现场所有贵宾往前走两步，中间靠拢。在首尾的牌楼前方处，即将要留下大合照的纪念游仪。好了，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再次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次感谢总统以及呢各位长官贵宾朋友们的莅临？今天来到我们正统路，我们圣母庙牌楼落成启用大典顺利成功，也请我们各位贵宾来一起呢。好，请各位贵宾以及来到我们路，我们正统最开心的盛会当中，我们再来一个大合照好不好？我们正统路，我们圣母庙，我们各位指示人员在我们王主委的带领之下，以及我们总统还有我们现场各位长官贵宾，请看着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以及呢我们舞台上方处照片画面，要来做个完美的呈现。好，带一张照片呢，我们需要一起到我们蔡总统的带领之下拍个赞好不好？所有嘉宾朋友们今天的参与莅临，我们一起热情的掌声来恭送总统，谢谢。再一次感谢陈伟总统今天特别帮我们拨空前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场盛会，来参加参与不只是我们39周年庆之外，更加是我们牌楼落成启用的剪彩大典。剪彩大典如此员工的成立，那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今天圆满结束了我们大家参与的落成大典。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长官贵宾您的参与，希望在神明的保佑下，大家都能够
够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更重要的是台湾可以越来越好。在座各位贵宾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大家参与历程。